那么还有巴士小丑在那边啊，那边有点挤啊，应该还有英国的怪兽啊，因怪兽很大只。台东球的飞行应该是邱胜富打汉，那么率先升空测试，那么要给大家搭乘以前，我们要自己先升空测试。哦，没有问题。哦，今天的高度比较高哦。哦，很难得看到气流高度这么高的。那么主持人在说明是，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，热气球气流体验的高度不能够超过60公尺。60公尺是包括球算在内哦。那么球大概是24到28公尺高不等，所以离地只能32到36公尺。好，这是法律的规定。还好，我们这里海拔368，所以离地32公尺，那么海拔有400，所以在这边气流有自由飞的高度。那么全世界很少有像这么样的地形，在我们两座山脉的平原，有一个最大的河间地形。好，墨西哥的海绵宝宝立起来了，亚热多还躺着，那么巴西的足球还在充气，你们小丑还在睡午觉，待会就起来了。朱比特，众神之王，那么伺机而起。哦，怪兽也开始拉开球皮了。或者说大家笑一笑哈，哦，就是这位啊。啊，大家来笑一笑啊，挥挥手，挥挥手。好，好，骑着两轮超跑。好，我们乳牛球也进行升空测试。那没有问题，以后就会开始搭乘，给我买到票的朋友开始试乳体验。巴西的足球已经开始喷火了，两个多，两个多也开始喷火。你们小时候，爸爸妈妈都叫我不要喝两个多，说这样子会顾好肠胃，那么胃吃的会长得比较壮。啊，我有听话，所以现在长得不小只。两个多，从小就认识了好朋友。我记得小时候一瓶是3块钱，因为现在一瓶多少钱了我不知道，待会去买买看。吃便当的时候常常也送养乐多啊，很棒，帮助消化，酵母菌嘛，养乐多。哇，这个球很新很新哦。好，巴西的足球立起来了。巴西是个浪漫国家，巴西人最喜欢踢足球。好，养乐多也立起来了。影片都放在那个音速，你们搜寻音速就可以了。好，找那个热气球精灵。好，那把我们放进去吧。欢迎一下老师，音乐声在台。